晚上好。今天头发好塌呀。你们猜我今天歌单是什么？今天我的歌单，我就在那个网易云搜那个歌单，搜直播歌单。没抢到票，谢谢叉叉。今天怎么化妆了？今天去射箭了。什么叫我也没抢到票？我没抢票，谢谢叉叉。网易云逐渐不网易云了，为什么呀？画眼线会射的比较准，谢谢二十个银元棒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公司有安排人去拍了一点视频什么的，有点找不到手感嘛，所以觉得要多去练一下，所以我就化了妆，要我们带妆来，所以我就化的妆。好久见，哈喽，谢谢五根圆棒。我怎么感觉我的耳朵变小了？这不合理。我的头发好塌呀，十米十米。今天有人夸我了，谁夸我了？有自信拿冠军吗？刘书贤，他夸我干嘛？这歌好节奏感。江江，看我这个睡衣有没有很眼熟？谢谢八哥，十八个银。谢谢叉叉，我的刘海也塌了。换歌，不想听这个。王二头像还挺可爱的，蜡笔小新同款睡衣，是啊。这你刷别的队员棒会骂你吗？不会。你们看我今天睫毛很塌很塌，没戴美瞳。今天说到美瞳，我要去进货美瞳了，我的美瞳被我丢了。谢谢两个元棒，谢谢二十个元棒，谢谢五个元棒。感觉口红涂太红了，啊！谢谢十六个元棒。撤嘛撤！我今天。
今天语气好温柔，有吗？谢谢一个茶茶，我终于知道是 come for， 一直不知道他在唱什么。谢谢二十个元棒，谢谢二十个元棒。今天好好看，没有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难看，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头发太塌了。谢谢，是苏苏呀送的夜蝶，姑姑，谢谢。我明天又要很早起，不过那个报告出了，就暂时不用去医院了，等之后再复查就行。谢谢元棒，今天也好漂亮，谢谢。对，我头顶是啾啾吗？不是，是我的头发。为什么右眼有点红？好问题。谢谢原来是丸子送的夜蝶，波波，谢谢原来是丸子送的夜蝶。后面摆了新的装饰吗？五。有没有在中心呢？我总觉得我这个，不调这么亮就好一些。贴双眼皮贴了吗？贴了。今天有宵夜吃没？没有。今天那个护指没护到，我的手指头好痛。今天颜值好高啊！吹吧就，做好防护好。爆米花好吃吗？嗯，就是普通爆米花的味道，它主要是出于好玩。哇，什么？它这个，我指甲，哎呀，慢慢的掉下去了，给它撑起来一点，它没有固定的，它就会自己乱跑的，就会慢慢慢慢掉下去。对，这个跳扑通扑通的时候有穿过。晚饭吃了吗？刚吃好。谢谢夜蝶，谢谢。今天那只狗认出我来了吗？我不认识它呀。谢谢，谢谢 STDA 送的夜蝶波波。谢谢，谢谢 SDDA 送夜蝶。那我拍人家干嘛？我看他可爱，我不可以拍一下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眼睛红是因为我一直在打哈欠，都有点困。卡了吗？模糊啊。不清晰吗？有一点点卡，好吧。很卡吗？
看啊。对，卡的话退出重进一下就不卡了。谢谢六根圆棒。我玩大富翁嘛，我小时候玩过，很沉迷的。是不是最近又瘦了？好几天没有称体重了，我不太知道。好可爱，谢谢你。我给你们看，我有这个了。江江，谢谢 Tony HYCCCCCC。自己送的叠叠啵啵，谢谢。嗯，樱花味的百奇，樱花抹茶味，樱花扁桃仁，樱花草莓，樱桃桃抹茶。哎呀，谢谢一餐三片覆盖米送的皇冠，带带带上了，谢谢。祝一餐三片覆盖米，嗯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六六大顺。我好像拉了个双眼皮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贴了双眼皮贴，今天眼睛又有点肿。我妈给我发微信，天天开心。五福临门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，快快乐乐。谢谢一餐三片铺盖米送的，嗯，皇冠。樱花抹茶味你也可以。其实我看着觉得挺黑暗的，然后我前两天还吃了另一个樱花的啥来着，这些看着真的很黑暗，我不怎么敢吃。谢谢三根元宝，我试试这个吧。我试试这个期中考，加油加油。蜜桃抹茶还不错，我试试这个樱花草莓吧。它这个后面有个祈愿，这有个隐藏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哦，它这个还可以玩哎。这个拉开获得专属祈愿，我看这怎么玩。一按下，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拿出来，不要一会儿给我摁裂了。摁下，好，摁下，沿二拉开，是什么？啊！我这个祈愿是良缘，遍地桃花主动撩，男神女神在转角。然后他说可以把这个插入百丽兹，但他这里面断掉了，已经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断掉。它明明在盒子里很好，江江可以这样插进去。它这个祈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它别的有吗？别的都没有哎，它只有这个有哎，还挺好玩的这个，是吧？还有一个隐藏，我好想要拿到它这个隐藏，算了，拉倒。想要它的平安健康。
哎，闻起来很不错，谢谢20个元宝。哇，里面碎烂了，它明明在这个盒子里，它怎么会碎掉的？奇怪，我都很小心把它拿出来。只有草莓味，偏酸，和樱花没什么关系，闻起来也只有草莓味，没有樱花味。主要是百乐滋它是甜的，就有点奇怪，我喜欢吃那个咸的百乐滋。对，它就只有草莓味，没有别的味道。它外面有一层特别酸，特别特别酸。感觉踩雷了，没有，我觉得爱吃酸的人应该还挺爱吃这个。对啊，这个盲盒还挺有意思，幸亏我看了一眼，不然就浪费了，对吧？他能把那个百乐滋的袋子往这放着，把这写了，然后它是一个小口袋，这么一摁，然后这么一翻开就有一个，还不错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妈再给我发微信，请你相信自己才是无价之宝，言之有理。魔法口味的意思，就有种拆盲盒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给室友吃，把我妈心灵鸡汤吃啊。好的，妈妈。你也是无价之宝，亲亲。妈妈有链接吗？哦，油腻，哪里油腻啊？我发信息会读出来吗？我有时候我但凡发信息的时候，我在讲话就不行了，面无表情，亲亲。那你们发哈哈哈，难道真的会哈哈哈，就满脸微笑着发的吗？油腻回复再无价也是你的宝，好有道理，回他。再无价。也是你的宝，臭宝。气氛温馨起来，偷了一首。我妈回给我一个抱抱，她怎么不回我啦？在无价也是你的宝，她是不是被我打不出来了？被我恶心到了，会不会？我妈回是的，是的。宝子太乖了，波波波波波波，冒个泡撤了，看完课去，加油！是吧？加油学习。妈妈面无表情，是的，是的，很有道理。妈妈可能在看直播，那不可能。为什么你身边的姐姐都没我这么甜？说明你没激发出来他们的甜。那也不一定，可能人家天生就没这么甜，那无解。
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感觉，怎么激发？你要知道，如果是一个辣椒面儿，你让它再怎么你给它加糖，它都不会甜，它还是辣。所以我是甜。拜拜，谢谢叉叉。为什么你姐姐没你漂亮，没我漂亮？你姐姐很漂亮，你要懂得欣赏她的漂亮，而且你们有时候要懂得欣赏小姑娘的甜。为什么你妹妹没我漂亮可爱？说明你没发现她的漂亮可爱。你应该复习还是去看直播？我建议你是去复习，复习完可以看重播。谢谢姻缘棒，谢谢巧克力。我觉得自己爸爸好看还是妈妈好看，这男的和女的你咋分谁好看呀？对，好像是坠，但不是另一个版本。看我遗传的谁？这分不出来呀。各50%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我妈很漂亮，但是我一点也没遗传到我妈的一个五官，真的，一点都没有遗传到。谢谢元宝，皮肤有吧？没有。皮肤我都是和我爸像，但是我其实每一个五官都和我爸不太像，就是你五官拆开啊比较像，然后脸型也是拆开比较很像，就是比较像，但是我拼一块儿我跟爸不太像。爸爸不帅也追不到漂亮妈妈，那也不一定。咋形容的一种散装味儿，就是拆开都一样，拼一块儿就不一样了。谢谢元宝。貌合神离，对。谢谢元宝，我是散装孩子。那我哥一定很帅，男孩像母亲。一胖毁所有，铁子们。谢谢七根元宝。我哥确实挺像我妈的，你们别说，真挺像。啥行？我哥本来不胖的，但你们也知道，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经过时间的锤炼，终究是会。哎，苏珊珊没把头绳还给我，算了，我这有一个。胖是有潜力，他的潜力早在过去已经发挥过了，现在就没必要了。
我哥有对象吗？有啊。哥哥没考虑出道吗？我哥都老大了，有对象就不用长相。哦，难怪没必要了，确实，确实呀。比我大七岁，对呀。那你们说这出道也没必要吧？这，谢谢姻缘棒。94年很老吗？感觉自己被内涵。想说听连麦，谢谢十个愿望棒。要连麦吗？我随便点了，我不知道他接不接受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他不接受哎，他们正在等待。嗨嗨，刚刚还在说，说什么？说我的好队友们，因为你也是我的好队友嘛。他们让我跟你连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跟你连麦干嘛。为什么要让你跟我连麦啊？哦，不会是因为我刚刚在跟我的粉丝聊那个创舞的名单啊。对，然后我跟他们说，就是我俩会一块儿去是吗？对，确实但是我们俩不是一种身份，因为他们就是误会了，我们写的一个名单，但是其实我不是去做学员的。我跟跟非学员澄清一下，我这在那个名单上我不是去做学员的。我是直接是坐上那个嘉宾的台子上，啊，你是导师，你是导师，对对对。然后刚刚有粉丝问我会不会对你们就是就是会稍微松一点，就是评分。那我肯定跪舔你啊，我给你送礼行吗？没有用，因为我一直很公平公正的。但是我会告诉你们就是如何提升自己，但是不会去帮助别人，这样子让我。那如果给你送 iPhone 12管用吗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？如果给你送。是哦，不够贵，是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是公平公正的，你送我什么都没有用。我信了。但是一个皇冠，我考虑一下吧。用爱发电吧，用爱发电，直接我出道了，行吗？确实确实。哦不，我刚刚开玩笑，纯开玩笑，我是公平公正的，因为确实我这场直播如果以后要发出去的话，一堆人会来听，所以我先说一下，我 PD， 公平公正。讲 PD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想好你出舞台表演什么了吗？还没有，老导讲 PD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？你这个假发片真的太假了，讲 PD， 死要给我显摆我的假发片，你管我？我没有太假了。等一下，那个我等一下，我拉下来一点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不假了。呀，好好好，这是什么梗？我们先不要聊我们假发片了，气死我了！哼，给我说摘了呀！啊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你的出舞台让我给你建议啊？我们出舞台，我们明年主要走的是调戏路啊，就是可爱的，就是不太会主推。你准备一下吧。调戏，那神魂颠倒。神魂颠倒。女王殿下，那个女王殿下叫什么？可以可以，给我跪下吧！你跳合理的曲子，我会。有这种加分在里面，确实。你好好准备一下吧啊，小飞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往那方面发展发展。我好告诉你，我喜欢就是地板动作多一点，就是在地上一直啪啪呀，好变啊，啪呀抖，然后扭啊，我喜欢这样的。如果说你的节目里会多些这种东西的话，我会给你说新加分。对。那。不是我看这个 PD 不大正经，我现在就去写信啊。不是啊，是因为我们主推的调戏嘛，那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要走那种，就是出道的六七八个人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全是性感的。全是大长腿，啊，不是什么大长腿。那算了，我退赛了，行吧？需要一些腿短的，需要。什么？大众审美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长腿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需要你看有人理你吗？七个人，你看有人理你吗？小短腿，前面都是那个，所以我就看在这个 PD 啊，这么不专业的份上，连个假发片都抢跑的份上，就算了，拉倒，这个赛我退了。
啊，我不参加了。好吧，你们现在只有100个人了。这个专业度跟假发片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到时候有专业的造型师，我只是现在就是无聊去弄一弄。到时候有专业的什么明星造型师给我弄，还需要什么假发片吗？我现在只是在无聊手闲，你知道吗？需要走动一下。确实，确实。本来你好好准备，好吧？后面是你的浴室吗？你的透明浴室吗？我现在在厕所直播，后面是我的房间。你为什么在厕所直播？因为厕所风水好，能收更多鸡腿是吗？确实，因为这个厕所光线比较好。好那你呢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客厅的角落。你怎么穿的跟林淑琴一样？林淑琴有一件衣服。因为林淑琴有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好像太白清晰，待会儿弄吧。我们继续聊我们的。你一会儿让你的造型师好吧，给你卡，你就不要大驾自己卡这个假发片。你怎么还不邀请我去你家玩？哦，你来吧，现在。你从来没有邀请我，下次公演的时候，你可以邀请我去你家吗？可以。我可以自带。没问题。自带我需要自带，你觉得我需要自带什么？我都可以自带。牙刷。好。就牙刷对吧？好，那我那天公演我就带好牙刷，然后去你家。你家几个房间？我家200多个。可以，那就你随便挑一个行吗？弄一个中间一点的，因为就是好，就是下楼，不要顶楼，因为顶楼有蚊子。你住地下室吗？啊，一楼有地下室吗？也可以。你们地下室有那种打台球的什么东西吗？我们地下室有那种蟑螂药、老鼠药那些的。这是干嘛？你平常会在那个地下室抓老鼠吃？我很佩服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进去味道不太好，但是你居然能嚼得这么香。你也吃过吧，铁子？无语。飞泉平时就在家里创舞新学员吃蟑螂，在家里在地下室吃蟑螂。蟑螂，哎，我们现在直播都是要那个的，以后都是我们的黑历史啊，飞轩，注意。确实，你也知道我。我刚一直在说正能量的话，我什么说你？那没事啊，你是 PD， 我是学员，你的影响不比我的大。我一个 PD 在跟学员搞暧昧，好了。谁跟你搞暧昧呀、啊？你给我搞清楚。差不多就行了啊，就是今天呢，也传授给你一些。那个好技巧就是提升自己，希望你能第一轮就进 A 班，好吧？我会跟那个我的导师一些明星们就是好好讨论一下，因为费玄你很年轻，就是升职空间。给我个机会。对，就是很是一块石头，一个需要打磨的石头。啊，我会跟。我有机会吗？讲 PD 呀、啊？对，会给你机会的，会给你机会的，好吧？完全不敌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挂了。拜拜。PD 下次见啊、哦。再见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讲述听直播太可怕了。猪肺，我俩叫猪肺，一点都不雅观。人家四字才能火、啊，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的样子，确实。我们要叫珠圆玉润可以，珠圆玉润。珠圆玉润好呀，铁子们。第一个字不认识。我要卸妆了，我太困了，因为我明天差不多6点钟。
左右，我要起床，谢谢也奥奈我和小圆保安送的皇冠，戴戴戴上了，祝袁奥奈我和小袁保安身体健康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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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我不我偏不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六六大顺，五福临门。太傻了，哪里傻？五福临门。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谢谢爷奥奈我和小圆保安送的皇冠。怎么还催人下播呢？确实。庆祝难书还是难书啊？难书，确实我要早起。我要卸妆了。群里说啥裂开了，谢谢我奔三了和底到底有几个上海和妹送的皇冠带带带上了，谢谢，祝我奔三了啥时候改名日啊，上海到底有几个上海和妹送的皇冠，祝哎怎么感觉进入一个死循环，祝我奔三了上海到底有几个上海和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超话 CP 榜第一第三，第一是个三个字名字，写个三个字，四个字不是说四个字会火吗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六六大顺，五福临门，心想事成，快快乐乐，谢谢我奔三了上海，不是河里到底有几个上海和妹送了皇冠，谢谢，说实话我好困，如果有什么一键卸妆的功能就好了，然后一键化妆，一键卸妆，那多香，出现了第500层眼皮，皮肤好好，我还没卸皮肤呢。长了颗痘。然后粉丝一键脱粉，然后万一在公演的舞台上不小心按到那个键，就一键卸妆，然后就是一键脱粉。晚上好，然后睡觉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摁到那个一键化妆，化上之后
第二天早上烂脸，可以称为一见烂脸。把这个关了。眉毛消失术，天门图画提醒会，一键出道，那全员出道了，那中国想出道的人还不多吗？那全员出道了，那也没啥意思，那和没出道有什么区别？我的眉毛已经很浓了。就点眼药水，我眼药水用完了。老凡尔赛，这就凡尔赛了。凡尔赛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很漂亮，然后他说啊我哪里漂亮，我一点都不漂亮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特别有钱，然后他比如说说哎呀钱太多了真的好烦恼啊，怎么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就叫凡尔赛。你或者一个人头发很多，然后你就说哎呀头发好多好烦恼，烦死了，这个就叫，怪不得我就说怎么这手机越来越低，这个支架已经跑到下边去了，它在悄悄的跑。我烦刘海，这个不叫绿茶，这跟绿茶还是有点区别的。长痘了我，早点睡，好的，放心吧。我今天真的要早睡，因为我明天真的要早起，我可顶不住。早睡早起，妈妈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去洗漱睡觉了，铁子们，你们也早点休息，好吗？晚安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拜拜，挡住我的痘，拜拜，晚安。